超级大瓜潘石屹大甩卖核心物业了。Oh no no fuck fuck no， 赶紧围观！超级大瓜潘石屹甩卖北京上海核心物业了。望京 SOHO， 光华 SOHO， 银河 SOHO， 丽泽 SOHO， 复兴 SOHO， 外滩 SOHO， 天山 SOHO， 湖北 SOHO。Oh no no fuck fuck no， 还有前门大街门可罗雀的一条街房五楼。Oh no no fuck fuck no， 中国地产到底有多惨？全国稀里哗啦几乎都在腰斩，地产神话是老潘，北京上海也完蛋，一线城市都崩盘，核心物业气人没人看。专家说一线城市永远坚挺，真是臭不要脸。韭菜韭菜怎么办？去看刨根问底长视频，房贷不用还。